来录一下有关谈到组织行为，那么组织行为呢？这门课程呢，最主要是让同学了解，那么组织的行为的缘由以及如何来分辨组织行为。那么希望在企业组织中能够帮企业做很好的一个绩效及成长的部分。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谈一下组织行为的一个原因跟由来。那么最主要。 我们人都是由个人发展，那么在做一些事情，例如说你研发个东西，那总是希望研发出来之后能够生产，那需要透过别人那么来帮忙，那么所以呢就会有组织的一个概念的出现。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组织的定义呢，主要是由一群人一起工作，那么达到个人的目的或者是企业组织的目的而成，这个叫做一个组织。那么这个行为呢是有特定的目的，例如说我们希望做出。 那么一个晶片或者做出一个手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行为的一个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么组织行为学呢，最主要是在研究，不管是个人或者是组织团体，那么的一个结构，探讨影响个人跟组织的因素，那么以及呢组织如何来环境的改变而能够达到一个好的一个绩效的一个情形。 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组织行为的研究发展的一个演进。当然，随着人类的一个不断的历史的演进以及社会的形成，那么对于组织的行为，那么时时都在改变。那么，因此很多的专家学者，那么就来研究那么有关组织行为。那么这里面呢，大概有几个派系，那么从不同的角度，那么来研究我们所讲的这个组织行为。 那么，首先给同学介绍就是我们讲的科学管理学派。那么，科学管理学派呢，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提高产能、绩效好、效果好。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科学管理的啊这个派的这一派的做法。那么，最主要是由泰勒、啊，那么这位博士，那么所做的从事的研究，以及发表一系列的那么这样的论文。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行政那么理论派。 那么行政理论呢，最主要是讲程序。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我们希望啊，先做什么，那么再做什么，这叫行政程序。那么行政程序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顺序能够合乎我们的整个的一系列的啊比较合理的手段来完成我们的工作。那么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同学听到 SOP 啊，那就是说你今天定个事情，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 比较合理，不会浪费时间，不会浪费人力，达到一个最有效能的方式来管理，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么行政学派的部分。那我们先来谈一下有关于行政管理学，那么这个部分大概有几个啊原则了。第一个就是分工原则啊，分工就是我们将整个的工作能够什么更能够专业，提升专业，那么更着重在它的一个。 啊，技能上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分工的部分。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专业的部分。那么，再来就是管理学很重要，讲到就是统一指挥原则。也就是说呢，在一个企业组织中呢，一定总是要很说了算。那不可以说变成一个好像啊各执一词，然后都啊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跟原则会浪费时间在摸索。所以呢，我们在行政管理学上呢，一定会有首长。 那么在公司里面就有总经理或者 CEO 来嘛，来主管整个工作的一个执行。那么中央集权呢，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由上而下的一个管理。那么当然最后就是由最高管理人员来负责，那么指挥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谈到组织的结构了。这个组织结构啊，最主要跟人的组织结构很像。 就是我们家族结构啊，从这个祖父母，那么小孩到爸爸妈妈，那么叔叔伯伯，然后再下来到你，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阶层式的结构。那么阶层式结构是人最早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的组织行为呢，大概有都是按照我们原来的。 人类的组织结构变成阶层式的组织结构，所以你会有总经理，会有经理，经理下面会有组长、科长，再来科员或者职员。那么这样子好像一个树状一样。那么这样子结构是越来越大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行政管理上面里面，那么所谈到的，那么这个行政学派的问题。再来，我们谈到另外一个就是组织行为呢，我们谈到人呢，啊这个部分呢、啊，那么其实有关。 一个组织最主要的构成分子还是人呢、啊，那么所以就会有行为学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考量，那么所以呢，组织行为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啊，那么处理那么员工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有一位学者叫雨果啊，那么他从啊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啊，那么就提出了三个原则，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必须要找出啊，那么最适当的人选。那么这个最适当的人选呢，基本上有几个方面呢？我们谈到一个人必须要什么人际沟通能力、资讯能力，那么以及他的什么他的专长。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怎么样针对这样的工作，那么去找到最适合的人来从事这样的工作。那么当然，在企业组织里面，就必须要给他一个什么最好的。 最佳的工作环境，让他的工作效率能够展现出来。不要因为天气太热猛擦汗，那么让他没有工作效率，或者太冷，那么他没有办法去思考。所以呢，其实工作的环境会造成一个人的工作的产出，那么跟产值。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什么？要产生最满意的结果。这个最满意的结果，它不是一个点，它是。 一直不断地去往上攀升的，所以我们讲说品质只是提升，没有说啊品质一百分，品质没有办法当一百分。最满意也是说不断的，我们希望能够让它能够达到啊更高的那么一个满足的一个情况。那么再来就是谈到另外一位学者，那么叫做霍桑。那么霍桑基本上呢，他是在芝加哥电力公司那么做研究的。那么他的研究的范围就是包括所谓的社会的规范。 那么团体的标准，我们工作有没有什么标准？一天要做多少，那么才算？那各位同学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工作标准是什么？是用时间嘛？早上八点钟上班，下午五点上班。那这中间到底你做了多少事呢？如何去做衡量呢？这个就比较困难了。那么所以呢，因为它并不是啊以工作量那么来计算，而是以工作的时间来决定。所以这个在某一方面来讲。 那么它也有它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像工厂生产，那你进去之后呢，机器就一直在啊这个运作中，你的工人就不能够停顿，就必须随着那么机器的运作呢，一直不停的那么往一直做相同的动动动作，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我们讲的它的一么标准的一个动作的情况，所以因此我们一个八到五的上班，我们如何让它？ 能够尽到做到最好的一个工作结果呢，我们势必就必须要考虑有什么奖励。那么以金钱奖励或者其他的福利，那么让他觉得他应该从事更多的工作，那么把工作做得更好。那么管理科学学派呢，最主要是倾向于比较理性、数据的分析，尤其像最近大数据。那么大数据最早也是属于啊管理科学这一方面。 那么就是包括使用统计的模式啦，啊，又最适化啦，那么电脑的模拟等等来处理我们在企业上在组织里面那么所碰到的那么这些问题，达到一个什么最低成本，达到最高效益的那么这么一个做法。那么组织行为呢，更重要呢，一个是一个团体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一个人提水喝，两个人呢抬水喝，三个人就没水喝了。这就是我们组织行为里面讲的最糟糕的，就是人一多，大家都互相推卸责任，没有办法把一个工作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在组织行为里面，我们如何来定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来影响我们组织的一个绩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来探讨组织行为。那么，第一个就是动机了、啊。 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来这个组织、来这个企业上班呢？那么，第一个事情可能是为了什么？为了你的所学能够发挥你的专长，那或者是你认为这工作给的待遇不错，或者说这工作离你家很近，那么所以你觉得来这里很方便，这就是一个动机的部分。那么，再就是领导行为跟权力。 也就是说，我们在领导行为或者权利方面，你有获得到。这当然讲的是比较高阶的，那么经理或者管理人员，他可能会比较去考虑这个部分，就是说给你更多的那么权限，那么来决定一些事物。那么再就是，其实现在的企业最重要、组织最重要就是人际沟通了。其实现在的事情。 都不可能一个人单独能够完成，那么势必都要透过人跟人之间的沟通，那么协作来共同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呢，团体结构如何来设计，以及我们在讲的资料的传递、工作的承接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组织行为很重要的那么一个部分。再来，我们到了组织去工作之后，并不是三十岁进来，到了五十岁做二十年。 人都毫无成长，人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学习、没有成长。固定在做一件事情上面，如果说是做同样的工作，那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没有一个自信，也就会失去了那么他的一个努力。那么因此，我们适应这个社会的变迁呢？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做组织的一个什么改变或者啊改革。 那么，在组织的改革之中，一般人大部分都比较偏向于最好是不要去做任何的改变跟修正。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可能就会产生了冲突。那么，这个冲突如何来解决冲突？那么，冲突可能产生的原因，也是我们组织行为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再来就是有关工作的设计以及工作碰到的压力。 那么应该如何来解决？我想这个都是一个一个动态式的，也就是说，它是随着时代的眼镜，那么企业的发展、社会的改变、政治环境的变革，都会让不同的压力而呈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在研究组织行为学很重要，就是个因果关系，就是这个因会产生什么样的果。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就必须很清楚。例如说，像现在老师说我们要考试啊。 那么考试呢，那学生就会有压力了。那有的学生呢，因为有要考试，所以他就读书了；那有不考试呢，他就不念书了。所以这是什么因果关系？那如果没有分数的给，那他就随便念；如果又有分数的评断呢，他就势必要好好的准备，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获取很好的成绩。所以呢，在这个因果关系也是我们组织行为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虑的一个模式出来啊。 那么接着我们看到，我们对人呢、啊、基本上都有两级的评断，那所以在我们一般学者里面，在一九六零年里面的学者啊，就谈到 X Y 理论。其实 X Y 理论呢，在我们的啊这个组织行为学里面是非常有名的理论。那么 X 理论呢，基本上是针对啊人对人的比较负面的看法。那么 Y 理论呢，最主要是对人呢、啊。 基本上来讲，他是比较采取正面的那么一个看法。所以，例如说，我们 X 理论呢，最主要是认为员工都好逸恶劳啦，那缺乏进取啦，不愿意改变啦，保守啦，那么不愿意出现重大的一个啊变动等等。那么 Y 理论的呢，就把工作当成啊生活的一部分，认为我来工作是啊必要的，而且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工作可以让我们企业达到。 啊的目标达到企业的目标，而且员工呢也愿意承担，那么他所工作上所负担的责任要把它做好，那么而且员工会有自律性，例如说，我觉得这工作我早上八点应该来了，那赶快把这工作做好，他会有自律跟自觉性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再来，我们员工会怎么样？会自我学习，那么会发现自我发展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情形。 好，接着我们就请万老师、万邦宁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组织中很重要的一个管理者的角色。那么，请他来给我们学生做个说明。好，谢谢王老师。呃，管理者呢是在组织行为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哦。组织的成功呢有赖于管理者的领导，所以呢，如何了解管理者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啊、哦，成为许多研学者呢研究的一个。 呃，所关注的课题，所以管理学者呢，明兹伯格呢，就在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呢，针对了五名的主管呢来进行研究，以便呢了解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啊、哦。他总结出呢，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呢，共有十种啊、哦。我们可以归纳成三大类：第一类人际性的角色，第二类资讯性的角色，以及第三类决策性的角色。人际性的角色呢，又可以分成三种，分为是。 主管、领导者的角色以及联络者，再来第二种资讯性的角色呢，可以分成侦查者、传达者以及呢发言人的角色。第三决策性的角色包含了企业家、清道夫、资源分派者啊以及协商者。啊、呃，我们针对呢这几种角色呢来做一个详细一点的描述啊，以便各位同学呢了解。第一个在人际性角色的扮演上面呢，当 主管呢是扮演主管的角色的时候呢，他就是成为组织的象征，要负许多的法律以及社会的责任。第二个领导者的角色，当管理者呢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想办法去负责激励以及领导他所呃带领的部署以及员工呢如何有效率的、正确的来完成组织所发配的目标啊、哦。第三个联络者的角色。 主管呢是联络者的角色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负责呢建立向外收集情报的一个网络啊。因为我们知道管理者呢跟所谓的员工呢不同的地方在于，管理者具有沟通啊的技巧，所以呢他在沟通上面、收集情报上面呢，他必须扮演着这个联络者的一个角色啊。当他扮演联络者的角色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管呃管理者同时也扮演着资讯者的角色。 当他扮演资讯者的角色的时候，他具有以下几个功能：第一个，侦查者，他广泛的收集组织内外的情资料啊、哦，以便了解下一步应该带领他的员工往哪个方向来走。第二个，传达者，当他了解到组织内外的资料了之后呢，他要负责将组织内部或外部所获得的资讯啊，传、哦、达给组织以其他的成员了解，并且呢，要可能做呃。 传达，然后呢，讲解啊、哦，以及安抚的这些动作。第三个，发言人的角色，主管呢啊、哦，当嗯扮演发言人的角色的时候呢，他必须向对外宣告组织接下来的计划、政策、行动啊、哦，或者是成果，比如说大型的发表会，像贾博斯。啊、哦，当管理者扮演的决策者的角色的时候呢，有下面四种角色。第一个，企业家。 他必须检视组织跟环境中内藏的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组织的优势会面临什么样的机会，或者是将遭遇到什么样的威胁啊，以便呢他适时的来发动变革啊，不进步的话呢，组织呢可能就淹没在时代的潮流当中啊，所以他必须要检视说，组织现在所拥有的优势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以及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威胁。第二个，清道夫的角色。 也就是说，组织常常会面临到一些危机。当會面面临到危机的时候呢，管理者呢就必须排除组织所遭遇的重大的啊障碍，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一个危机处理。有时候危机处理呢，必须是组织里面具代表性的人物出来做一个解决啊，才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一个信任。或者他必须要清理掉组织呢可能将来会遇到的一个障碍啊。再来是资源的分派者，组织的资源有限。 啊，部门跟部门之间呢，有时候呢会因为争夺资源而产生了所谓的一个争吵啊，或者是沟通不良的状况。当这种情况产生的时候呢，为了避免啊公司内部的环境呢啊趋向恶劣，管理者呢必须呢出来呢做一个什么决定啊，或者是核准组织重大的一个决策啊以及资源分派的一个角色啊。再来是协商者，管理者呢有时候呢是代表组织啊对外呢来进行谈判。 啊，以及协商的工作，以便呢让组织呢能够取得更好的资源啊，以及发展。所以呢，管理者的技能呢，我们就必须包含管理者应该有这三项的技能。第一个啊，是概念技能的技能。管理者呢，必须要有什么分析复杂的情况啊，以及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考的能力啊。管理者必须要有逻辑的、有组织的、不被情绪影响、客观冷静的判断环境啊，判断所处的一个。 问题啊，然后呢，并且想办法呢，有逻辑性的来思考如何解决。第二个，人际性的技能，管理者呢，他具备沟通协调的能力，所以如何传达组织的目标，如何平复员工不满，如何激励员工朝向组织目标前进呢？是管理者呢，必须要有的人际性的一个技能。第三，技术性的技能，如果管理者具备了概念性的技能、人际性、人际性的技能。 当然，他如果还具备了专业的知识以及能力跟技术的话，那么而且能应用在实物上面的话呢，就更能帮助组织呢达到组织的目标啊、哦，永续经营的一个成果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王老师呢，就管理在组织行为的功能呢，继续为我们讲解。好，我想管理组织的行为功能呢，最主要分成四大块啊、哦。那么四大块最主要我们所看到的。 那么就是规划啊，那么这个规划呢，包括它规划它的目标，包括它的使用的资源有哪些，以及它想达到那么组织的一个目的。那么在组织架构上面呢，那么一般来讲，组织架构在呃、啊、组织的成立时呢，大概都已经很清楚的一个组织的架构都出来了。例如说它哪些处室啦，例如说人事室、会计室。 那么这两个是辅助的单位，那么辅助管理者，那么来管理人员以及财务的部分、资产的部分。那么再就是研究单位以及在执行单位。所以组织的架构呢，不外乎呢，有些是作战的单位，有一些是什么资源的单位，那么都必须要划分的很清楚，让这个组织出外打仗，那么它的后援呢，能够啊能够支持、能够支援它，而不至于呢断粮断缺。 再来呢，领导，领导是一个比较活的东西，他必须要看整个组织的活动以及进行，他欠缺哪个部分，那么领导者就必须要领导行为，那么哪个部分就必须要去做加强，那么去做努力或者甚至于激励，那么以及达到或者是啊奖惩，那么这样子让整个组织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再来控制。 这控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人有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不是能够落实呢？那么这个控制部分就会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组织为了达成目的的时候，因为资源都是有限的，不管你人员的多寡，不管你资金的多少，它总是有个上限。所以你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去控制而达到那么组织的目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那么再来，我们谈到呢，组织行为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呢、啊。那各位都知道，现在全球化，那么已经世界是扁平的，所以呢，有很多的人员，那么全世界的人员，那么都在移动中。所以呢，外派的人员越来越多，甚至于不要说外派，有时候甚至于我们会到国外去找工作，甚至于到国外去念书。像最近这个少子化以及台湾的教育的问题，那么有不少的。 好的学生，像建中呢、啊、北一毕业学生，啊，都到啊这个欧美，甚至到香港啊,啊，那么去念书了。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啊？这个全球化，那么在组织管理上，那么他所能可能碰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不同的那么组织架构或者不同的经济以及它的价值观之下，我们在管理上面，在组织行为上如何能够那么来做一个适当的管理，适才适所。 这个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那么再来就是改善产品的品质了，那么生产力跟服务顾客的质量之间，我们应该如何那么来做好？我想品质的提升一直是不断的那么在要求中，例如说我们在气管里面常常提到六个西格玛，那这也是我们对品质的那么一个要求。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在人员跟人员的互动之中啊。 那么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人跟人之间一定会什么沟通，甚至于会有冲突的产生。那么如何能够让大家在人际关系、在沟通能力的提升，以及那么他在啊这个技能上面解决冲突的能力上面如何提升，尤其是情绪的控管方面，我想这个部分也是。 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谈到有关情绪的控制以及情绪以及冲突的那么处理的部分。那所以呢，我们整个组织行为学的那么研究的方向呢，大概不脱离几个分范围。第一个是全球化的趋势，那么组织变革为首的一个课题。各位知道，台湾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少子化，那么所以整个教育。 那么这个体系以及教育的方式，那么如何应用，如何来改变，这个是我们在教育单位里面所面临一个大的问题。例如说，学生变少了，我们台湾有那么多的将近一百七十所的学校，那没有那么多的学生了，那这些学校要如何生存？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向那么来做？这就是我们在组织变革里面那么很重要的那么一个课题。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组织要对现有你的组织里面的人力，把它当成一个人力资源，如何提升他们的能力，把他们训练成变成更好的、更优秀的人才。那么，这个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就强调人力资源的开发的部分。那么，人力资源呢，就是视人力为企业组织里面重要的一个资产。 那么，所以必须要强化内部的资源及管理运用。最重要的目的是达到永续经营。我们知道，一个企业能够永续经营啊，那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界社会的变更、法令的改变，那你如果没有适时的跟着去动，又没有这些啊培养固定的人，那么人力能够来协助企业做一个变更或者做一个新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企业很可能就。 面临到一个生存的那么一个问题，所以呢，企业的运作在人力资源上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么，当然我们在一个企业组织不能够忽略的国家的整体发展的方向。那例如说，我们国家发展绿能，那么这个绿能方面呢，就是很多企业组织就必须要那么朝着政府所期望的方向那么来达成，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重视。 国家整体的目标，那么来配合它，那么甚至于会有一些啊辅助，或者是啊有些奖励的条款，能够让企业做更大的一个发展。那么再就是要更重视员工的生活品质，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员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生活，那么他为了生活，那么必须不断的去争争斗。 那么他就不能够安心的工作，把工作做好。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能够重视员工的安全健康。例如说，台湾的健保可以讲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那么也要注意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这个也是我们在组织行为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工作满意度。那么以及组织的文化，那么是不是让你觉得在这个工作中，在这个组织中？ 个工作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做大胆说，我是在台积电工作，或者是我是台大毕业生，那么等等这些就是什么？就是讲的组织文化给外界带来的既有的价值跟形象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么再就是有关压力的管理，我们知道现在每个人的工作压力都非常的大，那么如何来疏解压力？如何让工作压力能够减轻？ 这就是也是组织行为中目前很重要研究发展的一个课题。再来就是工作跟家庭取得平衡，那么如何达到平衡？那么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再来就是我们讲到的社会，我们如何对社会提供服务？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企业要社会责任，那么而不是企业不能单单只是为了盈利而已。 我们如何来回馈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能够那么更好，让全体的人民生活能够更顺畅？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企业组织行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好，谢谢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